讲到美国最有名的卡通明星，当然首推米老鼠啦。这个全球小朋友都爱的卡通明星，现在已经超过100岁喽，而且还有游戏在推出哎，不相信吗？那就让这款传奇米奇二告诉你米老鼠人气历久不衰的秘密吧。自从100多年前迪士尼经典卡通明星米老鼠的出现，也开启了动画卡通的时代来临。各种以米老鼠为题材制作的游戏多到数不完，但是没有一款游戏像是传奇米奇这么特殊，因为这款带着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玩家会遇到许多迪士尼的招牌卡通人物，并且运用神奇的画笔与稀释剂制作各种颜料与怪物战斗等等独特的游戏玩法而大获好评。现在这款游戏要推出续篇《传奇米奇二：恶人之力》，甚至还要通吃所有的游戏平台，要让玩家再度展开惊奇大冒险。这一次《传奇米奇二》强调游戏双人模式，玩家可以操作米老鼠冒险，而伙伴幸运兔则会陪伴玩家一起闯关。米奇可以挥洒魔法画笔来创造或是抹除卡通世界的物体，幸运兔则可以旋转耳朵飞翔，还能够运用遥控器操纵电力战斗。玩家可以操作米老鼠冒险，而伙伴幸运兔则会陪伴玩家一起闯关。米奇可以挥洒魔法画笔来创造或是抹除卡通世界的物体，幸运兔则可以旋转耳朵飞翔，还能够运用遥控器操作电力战斗。玩家必须要妥善切换两个人物，运用他们的独特能力，才能够在荒废的国度里大显身手。想要试试看不同面貌的迪士尼游戏吗？玩家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款黑暗风格的传奇米奇二哦。